阿姨坐好，你们该坐。没有事了，阿姨在，阿姨姐姐不要倒。炒饭真的是非常的不错。炒饭吗？真的、啊。哇，对对对，我第一次看到。哇。好。你的推荐是哪一个？哦，它的炒饭。鸭肉啊，都可以。都可以。嗯。猪肉、猪肉。要吃什么肉？牛肉。猪肉。你好，我。这个猪肉。我喜欢猪肉。猪肉。牛肉的。谢谢你，你也看过吗？啊，这没有没有。谢谢你。Stacy。啊，可以可以。啊。对，我也听到听到的。欢迎 YouTube 一点的。谢谢。谢谢。知ってくれてて嬉しい。うまい。超うまい。チャーハンマジうまい。
金峰卤肉饭吃，金峰啊，哎呀，上次你觉得好吃吗？还可以，人很多哦，人很多的。是一个卤肉饭中的，对，然后一个卤鸭蛋，对，还有一个豆，还有一个汤，汤对，对，有啊，我看那个影片，我看，因为。观光客人在哪边？不会中吗？那种。这个叫什么？牛肉烩饭。牛肉烩饭。谢谢。不会不会。哇，好大的。うまかったです。よし。谢谢。いやーうまかった。また来よ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谢谢，谢谢这个青藕汤。好，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冰，对。